110学年度富邦人寿 UBA 大专篮球联赛公开男一级第三阶段预赛，随着近年吹起外籍球员风气，文化大学今天一口气就派出三名外籍生上场。不过今天对上全本土阵容应战的国立体大，依旧打得相当辛苦。好比是第一节，拥有200公分高的九龙，面对包夹，一个转身很快就制造了个大空档，没想到这球最后却放枪没进。今天整场比赛只拿下4分。加上阿布和卢卡三名外援加一加，全场合计只进账7分。反倒是全本土应战的国体大，除了陈冠中从外线远射到禁区砍分，统统都有。今天飙进全场最高的18分，搭配队友谢承安也送上11分的活力相替，帮助国体一路领先，中场66-54首发首力。继续关心中原大学和高雄师大的比赛，中原大学的李奇开局攻守两端都有斩获。先是一顿麻辣火锅伺候对手，紧接着快攻前场上篮得胜，帮助中原大学第一节还以20-16暂时领先。不过今年饱受球员离队和受伤之苦，全队只有13名可用之兵的高雄师大依旧很有骨气，尤其队长林子伟以身作则，只欠游击区大半得分，面对严防同样也能稳稳命中。个人整场比赛19次出射命中11球，全场缴出28分、10篮板的双十成绩之外，更创下个人 UBA 单场得分新高，不止帮助高雄师大逆转战局，搭配魏更哲和朱义军也分别都有17分和13分的火力支援，带领球队渐渐找到比赛节奏。中场84-68轻取中原，晚上鱼台综合报道。